solenni e gaita. Koto ba ga kyō mo tarinaku natta hobo.那么问题来了，出去玩既要拍视频又要拍照记录，且为了旅途愉快只有一台相机一个镜头这样限定的选项，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那我的答案呢是富士 XH2S 加 18-120mm f4。 今天我就从三个方面入手，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会推荐这台旅拍组合，分别是真正的一镜走天下，凉爽不热的夏日色调，和为风光增添灵性。如果你觉得对你出去旅行记录有帮助，欢迎点赞收藏，也可以转发给你未来要跟你一起出行的人。4年前开始接触旅拍，我就明显发觉一个能尽可能覆盖足够多焦段的镜头对于旅行记录有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如果你还需要使用稳定器加麦克风，还是在夏日炎炎，身上每增加一克重量啊，都会极大加速我们体力和耐心的消耗，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呢，能够一镜走天下真的很重要。而这颗富士刚出的 18-120mm f4 就正好满足了旅拍头的三个需求。首先，作为旅拍头的优势之一，焦段涵盖够广，18-120mm f4 等效全画幅27mm 到180mm， 短的18mm 的焦段呢，能够接近手机主镜头的人文焦段，能够拍摄半身、全身的人物的画面和远景。那长的120焦段能帮我最大限度的压缩空间，拍到纯净的画面。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終電車の葉山方面お楽しみ。那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在衡量了画质和体积之后呢，18-120mm 的解决方案就是只有460克的重量，应该是这个焦段区间里面比较轻的镜头之一了。而且拥有 f4 的恒定光圈，哪怕在蓝色时间拍摄，也可以借助3200的第二档原生 ISO， 在这种比较暗的环境下，暗部也是比较干净的。那第三个优势呢，就是作为大多数变焦头的通病。变焦卡顿，就像很多镜头不会考虑呼吸效应对视频的影响一样，究其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多数变焦镜头都是为了摄影而生，而18-120mm f4 是一颗为视频而生的镜头，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变焦丝滑度，还是个不会影响外形的内变焦，太适合上稳定器了啊！还能够结合稳定器的小刷锅运镜呢，拍出刷锅推进的组合运镜。当然了，18-120mm f4 虽然是一颗万金油镜头，均匀轻便，但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如果大家在前期策划的时候呢，已经能够明确自己的拍摄地的基本情况，可以在这颗镜头的基础之上配备其他焦段的镜头。比如这次我和我老婆去日本宇多津的四国水族馆，那里有宽11米、高5.5米的巨型水槽棉金剑之井。模拟世界三大潮流之一名门漩涡的涡潮之井。直径4米的神无月之景啊，像这种大场景且拍摄距离都比较近的场地呢，除了海豚表演，我使用的是18-120mm 之外，我特地选择了10-24这个镜头作为四国水族馆这些景观拍摄的主要镜头。想要拍出夏日凉爽的色调呢，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个呢是色彩，第二个呢是光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以下两个画面，你会觉得哪个更热呢？这个是画面一。
这个呢是画面二。除了个别调皮的同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选择画面二，对吧？它给大家视觉温度更高，也更刺眼。而如果我为这两个画面分别加上夏天蝉鸣的声音呢，大家就会更容易感觉画面二简直热炸了，而画面一呢会让人感觉一丝凉爽。那我们回到拍摄需要怎么做呢？总结下来就两个点，第一个呢是找对白平衡，第二个呢是提高动态范围。找准白平衡是指当前拍摄环境是阳光充足的户外，那么环境色温会是 5600K，相机内的白平衡最好设置小于等于 5600K， 比如说 4800K 或 4500K， 这样子就能得到比较冷的底子色调了。至于提高动态范围呢，目的就是把整个画面的对比度降下来，让画面更平，就不会那么耀眼了。那我们就可以使用 XH2S 全新设计的拥有14档动态范围的 F-Log2，再加上富士的色彩科学，真的是美滋滋啦。说实话，富士的 F-Log2 的色彩科学真的是第一梯队了。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关于富士曝光的小技巧，首先 F-Log2 经过我的测试，它的曝光要求呢是向右曝光 1.3 档，但富士呢并没有波形图。那我们要怎么确定自己曝光的级数呢？大家可以注意看机身监视器最左边的这个位置，竖放着一个标尺，对吧？那这就是富士能够明确显示曝光级数的工具了，只需要看它就可以抛弃斑马线。 F-Log2 的起跳 ISO 是1250，那我有一个办法能够得到一定的动态模糊的同时，也能够在 ISO 是1250起跳情况下还能提高拍摄时的曝光效率和准确性，就是上一个1到5档的可变 ND， 白天户外呢调3到4档，然后用 A 档快门自动光圈和 ISO 固定，曝光补偿 1.3 档自动曝光。至于调色部分呢，我会改天专门出一期节目来给大家讲一下 F-Log2 应该怎么调色，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扣个铃告诉我一下啊。总的来说呢，风光 Vlog 从元素出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向。第一种呢是元素只有风光和人文的元素，这样的组合的风光短片会展现出纯粹的美景。另外一种呢是除了以上的两种元素之外，加入一个确切的人物作为贯穿整个短片的主体。那以上两种风光 Vlog 都可以从各自角度去呈现旅行中的美好，但前者更适合能够在一个地方驻扎比较久的慢旅行，而且对天气的依赖程度也比较高，毕竟好的风景呢是花大量的时间和运气得到的。而后者适合相对常规节奏的旅行，也比较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旅行节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候呢，天气之子啊，才是我们的常态。我们现在紧赶慢赶来到了仓库，然后下雨了，雷暴雨，雷暴雨，雷暴雨，哇，这个雷，这还有这么大一个闪电吗？刚刚。像这次我和我老婆去日本仓敷、宇多津四国水族馆和艺术之岛直岛玩呢，基本上呢都是阴雨天，偶尔会出一会儿太阳，又开始下雨了。远处的风景什么的也因为下雨加上海雾变得模糊不清。那这种天气情况下，加入人作为贯穿整个短片的主体，能为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旅行短片增加灵性了。好了，以上就是富士 XH2S 加 18-120mm F4 作为旅拍设备选择的全部内容啦。如果对大家出行拍摄有所帮助，那当然是最好了。我是张恒，咱们下期再见。